有钱的是朋友，没钱的是打不休来是骂不休，哪怕犯人与我做对头，做对头。我山阳县的净婆子的殿去，与我家里头的双鸭羊子汤一碗，女伴奏娥二十名，直到对方来到我的店里头，日子也不早了，连春分假也没给我，也没有朋友啊来见见我，我不免的把他叫出来跟他要两钱。他要是有钱的什么事情没有，他要是没钱的我好好的打他一顿。就是这个主意。我说啊，豆娥呀，豆娥你早出来。Thank you.
得了得了，你有理我没理。我说窦娥呀，自从你来到我的店里头，日子可也不少了，这分文没给我，你看有银子有钱拿出来，那么我替你垫了个花呀。哎呀妈妈，天我的我生死不分冤枉，借重过来过来过来，跟你有话说。我过来呀，我Beep!
Thank you.
Thank you.
Thank you.
夜晚能睡哟。好好好，我是跟他们去的啊。老了啊，对我看儿头发蓬松戴围脖，与儿熟悉啊，熟悉呀啊老婆婆。Thank you.
乡，今可见我的南乡下坟场。Thank you.
Thank you.
Thank you.
的师生。何时何处？他来年迈之人，见了我的师生，恐怕他的性命难保。举下了牛老来了，我找一天。哦，是是。事到如今，有什么言语，是抚慰我的言语。Yeah.
你就不要报应了。暂且进行，岂不又到石头里了啊？他
虽来却是有言病的。是啊，堂前有言呐、啊。你我不必枉费一半。枉费一半。